一生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又果是拜六啊吼，啊所以讲咱的朋友啊一礼拜啊一礼拜安尼过吼，啊四个礼拜通一岁啦，啊都是一个月啊吼，时间咧过真紧。而且呢，人讲吼太阳当大，加啉一寡水啦吼，身体健康都是咱的本钱啦。那无健康的身体，还佫较侪机会嘛，无好，你讲是毋是呢？来，有咱的道亲讲要听，即个解烟咒，然后咱即马来做安排，解烟咒。生人生啦吼，啊，人讲吼，纸有字才有价值啦吼。啥物叫做纸内底若有字就价值？就像咱讲册，一本册，啊，咱若如果讲吼啊，白纸，啊，你甲掀开，撇，哇，内底拢无半字，吼，啊，那就是白纸。但是纸有字，哎，里面的字又就是吼，内底所写的这是足好的道理。哦，是出格出的道理，予咱听了个地，看了个地，拢会安尼心情足好诶。也是讲哦，予恁提升着一种身心灵，安尼纸有字，纸有字，吼、哦，才有价值。咱就安尼个联想啦吼，啊，人的人生呢吼，多一个所在则是生存感甲快乐感，要在哪个地方才有生存感跟快乐感呢、啊、吼？咱即卖跟他讲。人吼、哦，艰苦病痛，你甲想啦吼、哦。破病是每一个人拢会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如果破病是大家拢会，啊，有经过的经验，有个人讲嘛，捌开过刀啊，吼、哦，啊嘛，经过吼真济治疗，但一半吼、哦，咱
一般人啦吼，要透过医护人员吼，甲咱照顾，还是讲病人拢会当顺利康复，吼，那医疗终究有其极限呢。吼，医疗搁较好，贸易局限呐，无得大家医大家好呢吼。但是病人呢，经过漫长的疗程了后，迄病情呢，若搁无起色的时阵，咱要安怎？咱定讲最后这条路啦吼。你要平静轻松的道别，还是因为我们有一点贪恋？贪恋就是讲吼，咱希望讲吼，会当介加相处几工啊，加相处几个月啊，加相处几年啊，安尼呢，咱做家属拢有共同的心愿。但是最后这条路吼，咱拍一片这个影片吼，在探讨啥？你知道探讨咱讲病人吼有没有自主权利？咱即马即个法令吼、有施行了后，即、这个社会状况呢吼、就是咧讲着讲拍一片电影，就是要咱知影讲身体病痛的人，伊日渐消瘦吼、日渐痛苦的时候，这呢咱一直要甲留咧，所以咱讲医生啊，尽量甲医，尽量甲医，咱唔知影讲迄个病人是痛苦甲啥物程度。所以呢，有时阵呢，咱看这吼、这篇我感觉有道理呢吼，人会觉得自己很自私啦吼，因为咱感觉讲咱要爱伊好，问题是病人，那咱明知知影讲好是没办法，但是拖也是痛苦。安尼的时阵呢，咱要加争取一寡时间啦吼，但是呢，咱阁无法度想办法互伊安怎，互伊较紧好。啊，就咱看到病人安尼忍受治疗痛苦啦吼，啊，咱希望讲可以减轻，但是咱如果唔甘伊走啦吼，这种无止境的循环，对病人、对家属啊来讲吼，对病人、对家属来讲，拢是极大的负担啦吼。所以，这个病人有自主权利法，什么叫做自主权利？就是放弃，放弃，放弃什么？放弃吼、咱讲侵入性的治疗，还是放弃一寡吼、咱讲对病人有痛苦的治疗啦吼、所以咱讲决定是毋是咱来接受医疗，吼、还是讲要选择要安怎受医疗行为，这部分的法规，以后呢就安怎来定。所以讲病人跟家属呢吼，若要另外开一扇窗，病人呢吼，还佫知影讲吼，伊有自主意识的时阵。甲家属讨论啦吼，预先为自己的身体做决定，吼啊，所以讲唔免讲吼，日后啦吼，啊，咱讲家属手足无措，啊，病人呢痛苦至极，导致两败俱伤，所以吼，这片电影叫做《平静轻松的道别》啦，啊，最后这条路，那有影片咱来详细甲看，去甲了解一下吼，啊，了解讲你认同他的宗旨吗？好、希望政府能帮助社会大众改变传统观念，让重病病人的最后一段路能走得比较轻松，也让家属能用平静的心情跟挚爱的亲友道别。我感觉有理啊，吼！让这德国的这个哲人呢，吼啊，这个尼采嘛讲啊，伊讲人呢，吼。在这个人生呢，吼，人生，然后能讲引导我漫步在别人的思想与灵魂当中，就是咧讲看册，好看册，阅读啦，好阅读，好，咱会当呢，和咱的头壳休困。人生短短数十寒暑呢，吼，咱不一定讲都要亲身去经历各式各样的人生百味，但是呢，透过阅读，咱会当带予咱深刻。徜徉其中啦吼，嘛当时呢看到讲啊，会当改变咱的生命力量，吼、所以讲吼，有时阵咱讲看吼、分享还是阅读，咱要来去刺激思考的力量，而且体悟沉淀后啊，再任其流窜奔驰，吼、在咱的心目中啦吼，啊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吼、真好的这种的看法。所以人呢吼，来到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呢，艰苦病痛拢会啦吼，无迄个讲话袂艰苦的，啊无迄个无病痛，啊无迄个无痛苦的。世间呢吼，这条路就是最后这一条路，大家也许都会经历啦吼。但是咱嘛爱用迄个啥，你知？乐观，吼，欢喜，
吼，每一天咧追逐上路迄种心，逐天咧甲过，欢喜过，吼，甘愿受啦，追逐上路，你讲是毋是呢？来，咱的师姐呢，昨有点播一段《龙花会》哦，咱的美莲师姐啦吼，来即马来安排《龙花会》。师兄师姐哈，今天晚上有共修了哈。其实啊哈，人讲正负能量转换很重要。什么叫正负能量？要保护自己的能量，也是要增强能量的方式，要有要对哈。人讲咱不懂心爱金性，啊那边走人有智慧的能力哈，不是说用求就能够求得来的。所以有时呢吼，咱每一个人呢吼，那个生气的消耗能量，吼，过来就是讲，咱呢每一个人吼，透过打坐，会当分享到这个啥心尊的能量，透过了打坐，咱咧打坐了吼，只要讲打坐，咱会当吼分享神尊的能量，当自己的能量具足，就能吸铁，像有个人讲的，哦，你来看人咧。
人咧吼，咧用这個手啊咧吼，爱剃安尼爱着歪，爱一迄个剃爱着吸诶起来安尼吼，啊，这也是一种能量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咧要安怎，互咱家己诶能量更强，就是要勤于用功啦吼。啊，每个礼拜六那阵都咱都无休，困无特殊诶代志，那么咱咧吼，咱就来共修啦，共修有。那个共振的力量，因为生命有能量，不是靠我们的电线去传送哦，而是用增强自己的能量。一个是自己要做，哦、你家己要做，你是一个发电机啊吼、哦。像是咱咧做动工的时阵，哦，在甩手的时阵，甩到哦二十分钟以后，哎，那个手尖头尾开始就那像在发电，所以要增强自己能量。一个是自己要做发电机，就是你自己啦。你家己若唔去发电，你家己若唔去学，你家己若唔去做，你家己唔去清理你家己，让自己是一部好机器的话，哦，啊、我们每天都在耗损能量，故障了，哦、要修复。所以有时候打坐啦、灵动啦，是灵在帮助你修复。打坐、灵动是咱的灵在帮助你修复哦，好、哦，然后自体会吸收。天地之间的能量并做吸收储存，这是共修的力量。好，共修就是你走我，我走你，灵走人，人走灵，感觉咱的意思。好、哦、啊，另外我们会了懂了，好、哦，另外就是要去行道助人呐、啊，去行道助人，就是要做代志啊，好、哦、助人呐、啊，好变啊做做代志，当增强咱家己的能力不？会啊，好、哦、有能力你就。有能量嘛，有能力就会有能量，因为能力可以让你轻松去除负面的影响，有道理呢。啊，所以人讲要减少耗损，所以咱吼就是按喏加减啊吼济啦，加减啊赚，加减啊赚一多吼，增加能量的方式，因为咱人常咧讲吼，有钱都笨嘛吼，佫一样就是啥，啊，咱人呢吼。那底下那无空空的时阵，你咧讲话足在胆的，做代志嘛足在胆，因为我也无后顾之忧嘛。那你讲咱人的导电体是什么？好、哦，咱来讲，咱的共修也是一种导电体，但是钱对咱来讲嘛是一个啥？嘛是一个能量呢？你工作有赚钱，对不？咱今日今日吼，那轻轻松松的去除负面的影响、负面的能量，减少耗损。好好啊，做工课，吼、哦，该做完课做完课，该趁钱的来趁钱，趁钱嘛是增加能量的方式呢。因为钱本身就是一种能量，就让你安心嘛。钱本来就是一种能量，为什么？因为有钱，它让你能安心，它也是一种能量。好、哦，过来讲，咱人呢，哦，透过打坐嘛，是在分享神尊的能量，当自己的能量具足。哦，咱家己就轻轻松松会去吸收周遭的能量，好的人会去学，好的人会去吸收。所以有人讲吼，需要去抛灵山毁灵，需要打坐积蓄能量，做有正确的话都是对的。好、哦、啊，不要太过。如果是正确的，我觉得是对。好、哦，因为咱无来一世界去吼去吸收了吼、哦，那你就没有电嘛。好、哦，咱常咧讲啊，咱就去。好、哦，啊是讲咱。起码已经虚耗能量很久了、哦、好久没有打坐，好久没有共修，还是说好久没有去、哦、咱说灵山宝地走一走、哦、去吸收一些好的能量啊，你虚耗能量太多了啊，已经耗电、哦、大量的心神、哦、还是无谓的争执、哦、还是咱平常时啊、哦、延迟辩解啦、哦、啊，就是说在那里耗损那些能量的时候，所谓的叫做啥，就咱人咧讲负能量去关掉啊吼，啥负能量去关掉啊？吼、哦，有个人为着一句话，都要直直变到尾，咱讲一句个歹听，耗损咱家己本身的体力，吼、哦、也会耗损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讲你要赶快修复调整，没事不要生自己的闷气，有事打坐，吼、哦，咱讲有事打坐调整心理呀、啊，好、哦、有。那情况，你讲啊，心肝底有代志，咁我都做。啊，咱就是佮放松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有打坐调整心情，温和用电才能省电呐、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就是讲哦，啊，咱卖安尼吼，啊，气个皮皮喘啦吼，啊，气个巴肚疼啊，咪喘喘疼。这就是咧讲，把咱消耗负能，咱家咧消耗负能量尽量减少。
好，尽量减少。所以要增强能量，也就是要做开源节流的动作。为什么灵修的体质的人容易吸附外灵？有人说啊，我那就卡掉，原因就是说问题是自己还没有办法去做能量转换，所以你也感觉说、哦、我常常在起鸡毛皮，我不知道卡掉啊没啦、啊、其实、哦、我们动不动、啊、就说卡掉，动不动就说我们安怎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对一些孙亚书记、哦、你判断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、哦啊、你的灵，你的先天，你所修来的灵，找到自己适合的场所，还是说你今天去外面黑白撞，你感觉说你、哦、好像是不大对、哦啊、这呢在我们这个成长、哦、这个能量不足的地方，通常都会怎样，都会跟、哦、无形的擦身而过、啊、在这个无形的擦身而过的时候、哦、我们常说先天灵，先天灵灵修的人跟灵的意识是很清楚的、哦哦、有的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动作，但是我们说控制啊，要怎么控制得很适当啊、哦、有该动的还是要动啊，要该控制的还是要控制，所以说可以跟人沟通吗？会啊，现在我今天说这段有很多孙子这样、哦、常常说他、哦、去到他回来不爽快啦，去对、哦、那就排很多啦，金甲头动哭哭走都走不去、哦啊、适不适合、哦、在灵山宝地灵动，还是适不适合在那边、哦、有大动作，你不能去抑制跟控制的时候，那个灵动呢是可以去控制，咱要去看环境啦吼，啊要去配合，你要配合得宜啦，应该都不会有事啊吼，啊所以吼，咱有时要适当的时候去动或是不动，吼或是学习控制，迄拢是你会当照着你家己本身，吼你家己的修为去调整啦。吼、哦，恁咱家己爱知讲，别人袂当甲恁斗相共，只有咱家己，我都衡量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足够。好、哦，再衡量自己有没有办法让他们，好、哦、啊、入侵你，还是说有办法克服？好、哦，那恁去看咱家己的程度啦，感觉咱家己的问题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有时咱想要帮助人，但是咱家己吼，还佫无迄个能力的时阵呢，我们还是安怎，不要吼、哦、轻易的。啊，去动手，所以有的人讲啊，我去甲什么人吼、哦，做一个仙姑啦吼、哦，啊，我都借助我家己的灵体吼、哦，啊，改做，我若感觉我家己足无爽快，也许啦吼、哦，他的体内有一些负能量，还是讲有这个，人讲拄到吼，伊、哦、的温度较低吼、哦，啊，他有一些负能量，啊，伊咱这个做的时候爱伊好呢，啊，伊。那做到伊本身的因果跟冤亲债主的个冲低，那你个做了伊会移转到咱的身躯来无？有一点点也会有所影响的吼。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做了后，咱家己吼，搁调气一下，让自己吼舒服一下。不啊，但是不要杞人忧天，不要一直想说我去甲某咪人打掉啊，我去甲某咪人安怎啊？因为我甲安怎，所以我今日我带无爽快。吼、哦，咱家己吼、哦、不必太杞人忧天，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呢、啊，吼、哦、进入先天灵，吼、哦、啊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来卡你，唔是达凋零弄个蛋敢卡的啦，不是这样子啦吼、哦。所以咱只要先把咱家己修啊好，直到你的行事言语足以让他们信服，咱定讲啊，无形的嘛是有这个七块啊，你讲道理有听，吼、哦。这个说多啊，这个坑话，有形无形的都会在你本身的能量里面呢，哈，好好的沟通。所以讲一个，吼，一旦敢沟通啊，一旦遇到麻烦，好，不必求助于别人，自己就能解决了。那你就是直接可以说神明信息，可以直接点出，好，别人的一些好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可以帮助别人了。啊，所以讲，要替先生办代志，还是讲要替母娘呐来带领阿囝，其实绰绰有余啦吼。只要你天线接不好啦吼，应该都可以做到啦吼。所以咱的师兄师姐吼，有时要来讲伊吼，大家来探访啦吼，啊，大家坐了开讲的时阵吼，都有讲了一些。好，人家讲暂时要各修各法的时候，对方呢吼啊讲的是他们的。他们所修的方法，我们也不能去，哦，一直要怎样，
要去推翻他。吼、哦，唔能讲啊，伊安怎啊？你一直要甲推翻，一直要甲推翻，不要去推翻他。如果对方有求救，也不要推翻他。好、哦，他走的都是错，我们走的才是对，嘛袂使安尼啦吼、哦，千万爱会记你啦。吼、哦，你要帮助他，你就要等待适当好、哦、的机会啦吼、哦啊。所以人讲吼、哦，不要太急，吼、哦，不要太急。每一件事吼、哦、都要做得适当，然后人家袂讲咱吼怎样怎样怎样，有足济立场啦吼、哦。所以咱常咧讲吼，神有神的立场呢。有时咱咧求杯，哎求安尼也无杯，求安尼也无杯，神有神的立场啊。因为你咧求的这做袂到啊，对不？啊神做袂到，伊嘛有伊的立场啊。啊所以就该切杯切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求的他办不到，吼、哦。啊咱咧求的迄个工课。反正做大条的、哦、你马上要叫他转，马上要叫他好，不可能啊！所以神伊嘛也困难的立场呢。啊，咱人拢无过讲啊，这个神哦，伊要跟咱到帮忙的程度三分，后边咱来跟你自助七分，伊跟咱帮衬三分开路给咱行，后边你要自助七分才能圆满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唔是三张香个点嘞，吼、哦，所有的神你都要保佑我，神也无欠咱。好，过一两个啥？你要学会，吼、哦，唔通讲咱要创什么哦，都拢是用求的，那这样也是不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要求得圆满，有时候大头猪小头猪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又唔是讲讲吼，用只藤阿饼，你都要来求啥？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有神的立场，咱人要行善，你也知道你自己的立场能做到多少，好、哦，那神为什么能够成神？行善吗？当然啦，善是有立场的，好、哦，他不是，好、哦、都没有立场诶，唔是讲我神拢讲，我来求就绝对有，好、哦，唔是安尼呢，所以人对神呢要有那个神的立场，你要去了解。阿伯，如果你若做神呢，好、哦，阿伯你若做神，如果人是用安呢，你求诶，无论你求甲有诶，那神的立场又没有办法中立的时候，你咪感觉头壳害害的讲，即我都做未到，你讲要叫我甲你想背，做未到要叫你想背就足难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有咱的师姐跟我听立起唱圣歌哦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安排了哈。这么立起呢，说请这个信客，一旦呢师姐对阿刚讲，他讲哎，礼拜呢，他给他重播一次呢。
嘿，丽琪啦吼，所唱的这段，哎，真正是袂歹啦吼。啊，咱有时阵然后甲回想一下吼，啊，母娘呢吼，伊就甲咱讲诶，到底是拢讲啥？当然嘛是习俗啦吼。那这习俗呢，伫藏世当中，吼，就是咧日日吼，伫甲咱度化。啊，佫一项就是讲吼，啊，度诶，毋是干那讲咱这音声安尼出去吼，啊，咱度诶干那度这悠闲诶，就是讲啊，咱诶孙啊孙仔啦吼，啊，是干咱一挂吼，叔啊伯啊姊啊姆啊吼，啊伫听啊，咱这啊咱讲度亲啦吼，咱这度亲，不管是老诶少年诶啦吼，总是有迄个因缘，他就有机会啦吼，啊，听到母娘诶善言，啊，听到母娘所讲诶这个善语。啊，善言善语，伊咧甲咱讲个嘛，足简单。伊讲改过前非，重新做。先来讲改过前心，吼、哦，咱讲检讨嘛，吼、哦，改过前非，重新做，回头是岸，好前途。有理无理啊？啊，这够足深嘛？无足深啊？但是某人会甲咱劝化，叫咱勤啊俭，吼、哦，地积，吼、哦，金万两，勤俭自积金万两。存心积善得天福啦吼，就是咧讲到咱存心啦积善得个天福无会啊吼，存敬勤心富足，自然的吼，咱定讲春耕秋收对富足那是一定的嘛吼，苦劳无机会头收啦吼，泥小多黑老无悔啦，放下红尘名利非。南征北讨为生存呢，换得一日数碗饭啦。讲尘世逐波流虚浮啦，现在讲尘世逐波流虚浮呢，何不静坐念弥陀啦吼？所以咱讲人呢，啊，伫这个逆境唔能消沉，人在逆境莫消沉，意志坚定再起心嘛，重新再来一次。吼、哦，心勿积贪图财富，心不积贪多财富，有形财物非永久啦。所以跟你讲，显盈富贵勤劳富，懂知务实而可贵啦。吼、哦，咱也捌讲吼，物实自然就会可贵。那么凡事只求尽心力呢，必至有形不忘形啦。得之有幸勿忘形，超越束缚，吼、哦，会当拔这个傲慢呐，吼、哦，拔傲慢，内心可说真宁安呐，吼、哦，内心可修真宁安，为人有错说悔改，好心行善能解冤，心动如波浮不定呢，心静如如何生机啦，就是咧讲到。每一个哦，咱的良逢儿女也好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即马娑婆世界，即所谓众生也好，伊甲咱讲就讲，人爱改过前非，重新做嘛，回头是岸，好前途。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咱啊讲的，唔是母娘甲咱讲的，这个诗文拢唔是足深的啦，它没有很深奥。吼、哦、啊，咱人要积万两金，嘛就爱有勤俭嘛，你无勤俭，你要积万两金，对不？啊！你也无尊心积善，吼、哦！你讲得要来添福，啊！咱若村无认真耕作，手尾哪有修行？哦，一定的啊！吼、哦！所以讲人呢，劳劳苦苦，无饥无寒的啦。但是咱爱知影讲吼，人生五十知天命哦，吼、哦！时间到啊，就爱回头，通我来修。所以跟你讲，年少多学，老来都无后悔啊！吼、哦！啊！那放落。吼、哦，红尘名利非啦，吼、哦，南征北讨为生存，换得一日数碗饭啦。啊，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咱讲知易行难呐、啊。尘世逐波，吼、哦，咱那一旦讲静坐啦，吼、哦，来念，吼、哦，念啥念佛性拢会使，吼、哦，圣贤有圣贤的经典互咱念，吼、哦，佛道有佛道的经典互咱念，所以讲如道色。人呢，在咱这个心吼，大抵无分别啦吼，所以凡事只求尽心力，得之有幸吼，啊，咱都别是得意忘形啦吼，
得之有幸，勿忘形嘛吼。啊，咱就甲母娘的这个吼啊，甲咱吼咱啊听圣歌了后哦，咱就教一篇啊这个诗文呐吼，和咱的这个啥道亲呢吼，哎，还佫更加一点啥哦安慰啦吼。然后阿母也无甲咱放的吼，咱的母娘嘛无甲咱放的，为啥无甲咱放的？伊时时咧甲咱关照，时时咧甲咱照顾，无论是照顾咱的平安啦，吼，照顾咱的灵台啦，吼，照顾到咱的灵性，吼，每一工呢，吼，母娘的，吼，咱讲目光普照，吼，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咱讲整个宇宙拢涵盖着母光，整个宇宙拢涵盖着母娘的温暖，涵盖着母娘的疼惜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我们。吼、哦，人讲兄弟姐妹手牵手，心连心啦，互道直往。吼、哦，会当呢吼，听母娘的劝劝啊，这世人呢吼，咱会过了安乐自在啦。伫这呢，嘛祝福咱的道亲呢吼，道光精进，法喜充满啦吼。进攻阁吼，虽然毕生讲咧说甘蔗香片、香油款、速茶公婆、小盘香、普莲灯啦吼，啊，咱啊如果咱有需要服务吼，虽然毕生讲的服务电话，咱要加上香片啦吼，其实香片免吼讲啊，重新阁广告一届，好，咱有秋山秋来去大家拢知，啊嘛要有上板成粉，啊上板成拢有啦吼。啊，咱如果讲啊，咱都有咧用香啦、香款啦、速茶贡末啦、小盘香啦吼，啊是讲咱都咧用其他的哦，咱讲没啥有介绍过的产品，无论是吼啊，有咱一个书记来讲，没啥书记，恁迄个叫什么啊？迄、那个火焰霜，哦，迄暗时啊抹吼，暗时抹啊，恁都感觉凉凉，都已经过啊吼，好、哦、去做工课吼，佮来佮第二次。好、哦，过安尼一直整，一直整，一直整，整入整入去咱的这个吼，日头小可晒一下吼，伊迄个烧会佫倒转来哦。伊讲爱早暝抹的，下早起来去做工课，迄、那个烧热度会佫倒转来，同款佫会予咱安怎肩胛头吼，爱、哦、感觉安尼真舒缓，安尼很棒的吼、哦。啊，三罐才500块呢，是俗个好用呢。啊，你平常时爱佮接广告嘞，哦，迄、那个火焰霜很好用。哦，这嘛算功德，然后啊，谢谢，然后咱的师姐一届吼，甲我讲你甲我寄10罐，啊，阮隔壁要爱，吼，啊，我甲分分的安尼吼，大家呢，不管讲你抹脚头乌啦吼，还是你抹腰啦，抹肩胛头啦，平常时啊，咱啊，你感觉拢电脑啪啪，哦，酸抽麻微肿的这种的，你甲抹抹的，会感觉吼，会比较舒缓，然后啊，咱。哦，物件好好，啊，咱姑姑啊讲一下吼，啊，就是咱的第二代的火焰霜，3瓶500，它很好用。啊，你来讲你寄香啦，寄香款啊，做一个家寄嘛会使啦吼。啊，是讲哦，以前有介绍过焦点叶黄素啦，啊，是讲多美纤玉酸锭啦，啊，是合力美来抹面啦，啊，是讲咱平常时啊，咱要用吼。啊，咱的樟脂王牛樟脂，这个热天啊吼，互咱火气吼，当较平均吼，精气神会较好，袂害衰神吼，安尼啊，会当食吼，啊，咱女性专用的金家人，啊是虫草王山高宝，这拢是广告啦吼。如果咱若要结缘，咱直接敲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多请恁给05感恩啦吼。情深是有
经啊吼，中玉第十三，讲到吼、哦、要重解，重解就讲定个讲，讲何为中玉，而且讲到何为惊，痛为上，玉为下，所以咱在讲到两行电险何宜，吼、哦，这咱有讲啊嘛吼，讲啊，那么呢，咱今嘛呢吼啊，要甲讲到讲何为贵大凡俗心。我所以有大患者，为我有心及我无心，我又何患呢？吼，这就讲到重点嘛。吼，我世间人唔知讲患重贵气，想要讲患重贵气，何重福星？有的人呢是因祸得福，啊，有的人是因福得祸。哦，这就是咧讲到这个祸福重患贵，来这上言贵大患欲心者。该为人生啦吼，伫个在世的时阵有这个身躯，啊有这个身躯就有啊，这身躯会犯病无？会啊，这身躯会犯劫无？会哦，啊这个身躯会犯一挂劫数无？会啊，以心观患呐，伫咱的身体内底，咱去看人的身躯，去看一个人的过去，看一个人的未来，拢是因为这个身躯，啊这个身躯内底有包括了四条个因果无？有啊，心是犯之行。以凡观心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讲凡又个是心之影，吼、哦，是一地凡就是心，心就是凡，凡心之形影，渐不相离，所以讲果有大凡，为我有处凡心果，就是咧讲有这个因果啦，爱食爱啉爱爱，吼、哦，咱讲爱消神吼、哦，啊，去外口呢，佮做一挂业咧，做一挂罪咧吼，有的人放某放囝。哦，有的人嘛安尼，吼、哦，有的人讲哦，啊，我都爱播咧，播播播，甲倾家荡产嘛，有这个这个身躯，这个身躯就是我无处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到，咱今日去翻，就是因为这个身躯，这个身躯，咱爱食爱啉爱，吼、哦，爱去做一挂吼、哦、不应该做的代志，这个身躯就是翻呐、啊，这个翻身有形影无有啊，吼、哦，爱讲。啊，这个形甲影就是有形甲无形的，无形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会恶白想，你就会恶白做。你的心无主宰，你的心就是安怎偏离啊嘛。啊，你心偏离，有咱人有这个身躯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本身的主观意识伤强，凡心之形影，就是你的思想观嘛。啊，你的思想观内底面无正确，所以你就会犯到足侪代志。哦，有的人精神上有问题也是犯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假如讲啊，你患着啥物？患着精神病哦。啊，我顶个刺激，啊，我是刺激啥？吼、哦，有的囡仔读个大学毕业，有的读个硕士啊，哎，同款呢，嘛搁咧犯罪呢？伊咧犯啥物罪？哦，那个不应该犯的，他也犯了。为什么不应该犯的，他也犯？哦，这就是咧讲到咱人呢，啊，都智慧啊，知识都遐尼啊悬，就是因为这个身躯嘛。啊，这个身躯为什么咱会无法度去甲控制？因咱的思想、吼、哦、想法、吼、哦，拢互相违背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互相违背。因为你的心在想，啊，你的心就去做啊，啊，又无人甲咱教。我讲吼，咱今日因吼，常常细细去甲看，我我又何患？因为有那无心就无患嘛。有身躯何为贵大凡俗心？就是咧讲文中内底所谓的贵大，吼、哦，那个如。如有钱的，伊咧犯的工课，方诶，当然有才调的人吼，会做就是大代志嘛吼。无才调的人做就是小代志啊，吼贵。我所以有大患，就是你有够迄、那个，你有够咧资格啊。你若一个国家的头人，今年若讲到烧钱战争，你一个口令啦，
那发出去，还是讲你本身呢？吼、哦，有颁发讲要创啥？这有时啊会死几啊十万人，有时啊死几啊百万人都会啊。啊，这就是讲鬼，就是你伫上层呢。哦，你所发出来对还是唔对？你所做的吼、哦，咱即马的政令内底所颁布是对啊唔对？这拢是大代志呢。哦，咱大人做大代志啊，啊，这就叫鬼。宽贵，伊才有资格去影响百姓嘛。那不是宽贵，伊那有影，伊那有资格影响百姓。过来就是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伊是一个，吼、哦，让人家觉得说他是在上位的。这个上位，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躯，因为你有这个思想，因为你要控制掌握，所以呢，咱有真济冲突在里面。所以讲，莫有何患？伫文中所谓的，吼、哦。鬼大患就是行，这个行，吼、哦，过来就一个讲，咱人呢，在饥渴的时阵呢，寒暑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在逼咱的身躯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在生老病死的苦的时阵，以为这个心患着家，不管着寒热暑热、饮食饥渴，这拢是爱饥心苦。就是为了要满足这个身躯，像咱今嘛讲吼，啊，咱来讲哦，我国咧卖吼。咱讲不足的时阵，粮不足的时阵，你甲想，咱人会引起战乱无？无通食就会引起战乱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讲，因为咱今日有拄到什么款的代志，咱就会引起不满，啊，就会引起啥？吼、哦，引起抗争嘛。这就是因为咱有身躯，这个身躯就有思想，为我忧心，所以道祖要甲咱讲讲，不要因。不要违阴阳消长之道啦，吼！为什么说不要违阴阳消长之道？唔通违阴阳消长之道，唔通脱造化逆顺之理。在这个命中的时阵呢，人讲至于命终身不知有弊，吼！人讲底下咧讲，咱至于命中不知有生必有老吗？大家拢知影，有病必有死，不能达违阳消长的之。这个吼道理嘛，咱袂当吼为这个阴阳消长的道理，袂当脱这个造化逆顺之理，咱无法度脱这个造化逆顺的理。吼，啊，咱这个命中心害的时阵，必然的归于大患。吼，为圣人呢，好有之殊欲。吼，咱讲色通欲之迷机啦，对，只有圣人他才能够撇这，因为辛苦所犯的这罪，他可以避得开。那是圣人，你要学习圣人，你才避得开。观身为患，视患即身。好、哦，就是讲，咱去看看这个患，这个身躯低患心呢，非为长久，不起一切贪高爱贵之心呢。好、哦，贪高爱贵之心，不生一切人我通欲之念。好、哦，以清净自然之心呢，为我之心，以无得失之贵。为我之贵，所以性分中，吼、哦，所以人讲爱净裸裸啦，吼，赤洒洒，吼、哦，伊就是讲爱清气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一物全无呢，如太虚一般，何痛何痒呢？何贵何真？何得何信呢？何惊何烦呢？物我两忘呢？性与天地，自然离异嘛，那、啊、这就是安呢，啊，所以咱咧讲哦。故贵以心为天下者，可以寄天下；爱以心为天下者，可以托天下。这就是咧讲呢，信人处世，心切不依爱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贵爱惜之，何况为天下？所以呢，咱不以自贵之心呢，为之于天下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嗲讲，自爱之心为之于天下，不自贵而自爱者，忘其心，就是咧讲无为之道啦，吼、哦，得甲咱讲无为之道。啊，这无为之道呢？以无为之道为天下，那天下未又不敌者，就是咧讲到欲是以贵心之心啦，为之以天下，虽有天下，也不过贱价利益啦吼，那拢不是永远的吼。所以咱讲咱今日去抢夺也好啦，吼，也是今日呢吼啊，用咱这个身躯啦吼，所有的拢和你占有啦，所有的物件拢你的啊，吼，你嘛是无长久啦，也跟你讲没有长久。所以要以爱生之心为于天下，为之于天下，所有天下欲主全托而已。就是咧讲这种是啥？就是咧讲了啊，咱这世间呐、啊、处啦吼，
是借你大的而已，绝对不是永远的所有权证，是好你大，但是到尾也是又换别人，所以跟我们说的道理很浅，你说很深，但是把解释就变很浅，为什么？咱人得到天下，到尾你看我都活几啊地人，无可能啊！啊，无可能谁有天下，只是宽托利益啊！即马暂时宽利于你尔，哦，啊，这是宽利的尔，啊，你嘛无在永远，世间你敢有在带到千世万世，无可能啊！所以来讲吼，如人以物寄托以物嘛，物不过是暂且看守。咱个物件拢是暂时予你看守，暂时予你挂，暂时予你用的尔。好、哦，终非我有所有嘛，所以讲终非我所有。所以文中呢，你甲咱讲就是讲，贵以心为天下，欲可寄天下；爱以心为天下，欲可托天下。伫讲这个意思就讲，咱人去甲细细啊去甲想啦，人生在世过了，就敢那过了一笔记同款，哎呦，又无啦。好、哦，众数贵为天主，富有四海，好、哦。拢唔是长久，吼啊，唔是讲永远拢总你个啦，啊，会再悟到这个理呢，吼、哦，咱就是会当用虚精担当，吼、哦，注目万夫贵爱，处身之心呢，其累生大患之事呢，安肯以为啦，就是咧讲安庆为己，就是咧咱个道祖咧甲咱讲个这个吼，啊，今日这篇啊，吼，这篇啊，通玉章呢，吼。第十三，咱就甲讲吼，讲甲今日圆满啦吼。那下一回咱来讲这个道基章啦吼，道基吼道啊，这个道基他在要讲什么？吼啊，咱在叨叨呢，一句一句叨叨去甲分解，叨叨去甲分享啦吼，分享。啊，咱的九天道庙啦吼，啊，九天玄女啊，是九天道庙。伊嘛是咱哦，伫咱这道教中呢，哦，每一个呢，哦，大家拢会尊重的吼、哦，这个女神啦吼、哦，所以咱讲九天玄女，吼、哦，咱有真济师兄师姐啦，想要知影讲，这九天玄女到底是王母娘娘的徒弟，还是吼、哦，她是五母当中的其中啦吼、哦？因今日无机会要讲啦吼，你拄只有咱的师姐讲吼，啊，九天玄女娘娘吼。哦他这是讲王母娘娘派来吼做恩地嘛吼，吼做恩地来见蚩尤嘛，吼啊！但是呢，起码成为五庙其中的一庙，那九天玄女她的那背景是比王母跟王母是平辈，还是说是王母的徒弟？那我就是要有背景才能讲呢吼，因为咱那边现在我别公共嘞吼啊，所以咱的道亲那边讲啊，无咱就拜一再来讲。因暗呢有功课吼，就为七点讲到八点半，咱的玄德老师对不对功课了吼啊？今天就公休了吼，咱的随下这如果那是讲啊，后边单一个剩一点通钟呢吼，和咱做这个啥动工啊，是讲做这个吼啊训练然后练魂。安尼，阿、啊、恁今天晚上有共修，伫遮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，假期快乐哦。